嗨，伙伴们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对吧？嘿，伙伴们，弗兰克来了，看起来他今天有事需要大家帮忙。伙伴们，我们今天要修建一座水塔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让我们看看应该从哪里先下手呢？没错，爱德华，你是对的，我们应该从地基开始。哦，查理，你在做什么？是的，当然了，我们需要一些柱子来支撑水箱。好了，爱德华，伊桑，轮到你了。火都棒极了，现在我们需要加固整个结构。大家齐心协力，现在最重要的部分到了，水箱。查理，只有你能举起它。我知道它很重，但查理，你可以举起来。查理需要一些帮助。好样的，伊桑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当然，我们需要水填充满整个水箱。我们可以叫谁来帮忙呢？当然，我们可以找水箱工泰森。泰森，泰森，醒醒，我们需要你帮忙给弗兰克的水塔冲水。我们出发吧。大伙瞧，水箱工泰森来了。泰森，请帮我们给水塔充满水好吗？太棒了，泰森，干得好，现在水箱正式完工了。十分感谢大家，回头见。
巡逻车。嘿，马特，嘿，弗兰克，你们今天怎么样啊？弗兰克，马特，你们看到那些墙了吗？我在想到底是谁在上面乱画。你是对的，马特，这是不能容忍的，我们需要抓住罪魁祸首。马特，弗兰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墙上有更多的涂鸦？你是对的，弗兰克，这些涂鸦看起来非常像我们之前看到的。来吧，让我们当场抓住他。没有人在这条街上，让我们去检查下一条街。看看这个家伙，我想我们抓到了。举起轮子，你被捕了。很抱歉，家里，我们以为你在墙上乱涂鸦。好了，这次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坏人。这儿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这儿也没有。嗨 Lucy。 是啊，我们知道你也看到了墙上的涂鸦。是啊，我们正在试图抓住坏人。你现在要小心哦，再见。你看，推土机比利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想我们发现了罪犯。停下你手上的活儿，比利，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乱涂墙面的人。很抱歉，比利，我想我们犯了一个错误，看起来你正在忙着工作，请接受我们的道歉，比利。我们去找真正的罪魁祸首了，再见。哦，那是一个重大错误。下次我们需要小心些。你们说的对，马特，弗兰克，我们不能去责怪身边无辜的人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知道下结论太早，不过泰勒站在已经部分被损毁的警察局墙外，看起来真的很可疑。伙计们，你们怎么看？我们要抓他吗？很好，举起车轮，泰勒，停下来，我们就知道你没干好事儿。现在我们有证据了，抓起来。哦，泰勒逃跑了，抓住他，马特，快！再快一点，马特。我知道，马特，泰勒跑得太快了。好的，让我们呼叫直升机赫克托。嘿，赫克托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追上泰勒，快来吧。泰勒跑得太快了，你需要把速度加倍，赫克托。加油，赫克托，
再快点，不要让他逃掉。太好了，继续保持赫克托，让我们抓住他。这招真完美，赫克托，做得好。谢谢赫克托，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们不可能追上泰勒。回头见。现在你要将功补过了，泰勒，他会教你下一次更加小心。回头见，再见。